第零三，测量油的密度，就是你们要做的实验，把油到你们是量水的密度，把水到量桶中，测量油的体积，量桶量体积，把量桶一称完，问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问油的密度，第二问量桶的质量。老师说表格怎么处理？我教你的表格是怎么处理的？讲话。我教你怎么处理。为他搭起友谊的桥梁。每增加三增加四。每增加三增加四。每增加三增加四。体积下面是体积。油的体积每增加四，质量就会增加多少？三。所以你就知道每四立方公分的油质量法则，三公克，加了四立方公油就质量就加三公克，然后呢，那就有体积有质量，对不对？就带什么公式 ？D 等于 V 分之 M， 体积叫做四，质量叫做三，所以算出来 0.75。那两桶质量一样，两桶质量就是没有油的质量，空的质量，因为那个质量是两桶加油嘛，没有油是两桶，所以一样搭起友谊的桥梁，增加三增加四，油的体积增加四就增加三，零就是减少八，增加四增加三，那减少八减少多少？六，减少六，所以五十，这五十是谁啊？就两桶，所以没有油的质量就是五十，所以表示两桶质量哇，对，五十。有人有问题了吗？没有问题。练习四。先做两题，第一题你先上来做的是液体的密度，再上来做两桶的质量。这一题虽然画的是图形，但是跟表格的意思一样，10的时候是 62， 20的时候是 74， 方法也可以一样，方法也可以一样，但如果你要用你自己的独特方法，我也没有意见，你算对就好。刚回找谁在？第一个我要问的是液体的密度。第五组、第八组跟第一组。第五组现在换江若轩，第一组现在换陈小鱼，第八组现在换张凯敏，上来。江若轩、张凯敏、陈小鱼，上来。算一题就好了，你先算那个密度就可以了。上来，你现在只要算一题的密度就可以了。
先等我一下，我们拍下来存证。议题密度。第一个问，第一件事，有人有问题吗？有人有问题吗？没有。我有问题。来，快。第一，这个做法就是我说的为他搭起友谊的桥梁。体积相减，质量相减，发现体积增加多少，质量增加多少，就这样做，这样做对。你不对的地方是，你这哪来的？啊，没关系，你这哪来的？你哪来的十二？你哪来的十？我，这就叫做不踏实，是不踏实。你要一步一步的做，跳着做就会乱做。啊，比较好笑的下一个，六分之五，这个六分之五，第一个，你哪缝来了六分之五啊？你完全没有任何计算式，所以我刚讲过，你乾坤大挪移，拿起就乱凑乱做，好、啊、再来，应该是五分之六算了，那、啊、你就超一个六分之五，然后你还在大言不惭说这叫做零点二，五分之六嘛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果然数学很差啊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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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讲过的，你写题目不踏实，没有循规蹈矩一步一步的做，然后就出彩就出错，相信我。你就笨一点，傻一点，一步一步的写，不要跳过来，跳这步那步，东西不写，这步省略，那步也不要。下一个两桶质量，两桶质量，这理论上也不太会凑出什么计算式了，要凑也可以凑了，来，两桶质量。第三组、第四组、第六组，第三组找，第三组找林玉飞，第四组找王维轩，第六组找曾远斌，上来，两桶质量，两桶质量。黑板擦掉，写。两口质量。Thank you.
在哪里？我直接说了，这上面，只有这个计算式是比较有照我刚才要求你们的按部就班的做。如果用我的方法，有很多方法可以做。方法一，你刚才算出来密度多少，对不对？你就算出那个十立方公分的质量有多少，然后用六色去减它。方法二就是我教的这个为他搭起友谊的桥梁，十的时候是62，20的时候是74，所以每增加十，每增加12，每减少十，减少多少？12。所以这个就是比较类似我教你的，有按部就班做，睁眼闭。你哪够香？你哪够买了12？我送他的。你哪够买了12？这个12解释方法有两种。你哪不买的12？我跟你讲了，我要你们在分组，让你去不会写去问同学，问到你会，不是让你随便的上来凑答案。你哪来的12？坐下，我刚才讲。方法有两种，我刚才讲的方法有两种。第一种12，密度 1.2， 体积10立方公分，所以它成文就12克。62克里面有12克的液体，所以62减12，第一个12来源。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过的，为它搭起友谊的桥梁，每增加10增加12，每减少10减少12，这样来的。你不知道那时候怎么来的，你说你怎么算？你不知道那时候来的，你说怎么算？有人有问题了吗？没有。